武器装备的具体部署地点事关军事秘密，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挫败任何形式台独分裂势力的能力始终都在，意志坚定不移。在此我要正告那些台独分裂分子，搞对抗没有出路，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，不要试图螳臂当车，否则只能是自取灭亡。